Hello，目前步行是 Word 2013 67，行事历计划表。好，行事历计划表表格绘制。好，表格绘制，重点在表格。此外，技巧实用题书上常用到。好，目前操作人是2010版，其相关步骤大同小异。我来测试一下案例，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画面是行事历计划的内容。那因为刚才已经大略做了一个雏形的设计复习，好，现在针对这个范例，然后再做个复习。好，首先开新档案。好，接着呢，第一个步骤，思考一下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记得要画表格的时候，第一个步骤要先算好它的一个栏和列，比如说几栏几列。那目前这个范例，看一下几栏，栏一二三四五，五栏。好，那列呢？看一下，因为是行事历，一个月大约31天，然后这边再两列，所以总共是33列，五乘以33列。好，大列算完之后呢，接着是开心档案。第一个步骤，版面配置。刚才已经算好栏和列，然后接着是版面配置。好，在上面相关共列这个地方，版面配置。好，点它一下。第三个，一二三，第三、第四个。好，版面配置。好，先设定它的边界，点它一下。刚才因为设定过，所以呢这边呈现一上下左右的一。那如果没有复习过的话，这边自定边界去设定也可以。好，那我目前先在版面配置的边界这个区块点它一下，这边点这个刚才复习过的自定设定，前次自定设定点它一下。好，因为内容表格比较多，所以呢上下左右设1公分。好，接着是，这是第二步骤，接着是第三步骤，插入表格。好，点一下版面配置旁边的插入。好，这个流程表格的一个流程呢都大同小异，所以要记得它的简图的流程，这样在运就是在设计上会比较顺手。好，接着是插入，插入完之后这边一个表格。好，按着点那一下，之前复习过，然后点一下插入表格，刚才算过，这边是插入表格。好，手动打上5×33，五栏33里。好，手动打上33。好，确定。好，呈现这样的画面。好，这是第三步骤。好，画面拉大缩小看一下。 OK， 那如果觉得这边太空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这边，点它一下，然后这边往下稍微拉一下，拉取一下即可。 OK， 好，把这画面拉大。好，最后一个步骤是进行微调，手动拉取。那手动拉取，比如说呢，我看一下范本，看一看这边，这两个比较小，这后面三个比较大。OK， 好，这边手动拉一下，大概在这个区块，先拉个大概。OK， 好，那这后面三个要一样，那前先设定前面两个。比如说在选取范围，在相关共列表格工具版面配置，点那一下，找一下平均分配栏宽。好，之前复习过，接着是这三个也是一样，平均分配栏宽。好， OK， 完成之后呢，就是手动拉取，然后进行微调，平均分配。最后一个步骤是手绘斜线，看一下。这范本是这样，这边是合并完之后，然后一个斜线，这边也是合并。好，这边呢拉一下。好，选取范围，然后合并图中格，点了一下。接着在这个地方也是合并，合并图中格。好，接着呢，觉得太挤的话，我后面拉大拉小看一下，觉得太挤的话再稍微拉一下。
它的时候小心。OK， 这地方要手动的去画斜线在哪里？相关供应链设计。好，手绘表格点了一下。好，我们再让大家画一下斜线。OK， 好，完成它的一个雏形，按 ESC。好，再看一下范例。OK， 就这样。那等一下会介绍打字的一个方法，也是很简单。好，先把这个画面拉大看一下，拉大大小。OK， 好，看一下这区块，再稍微拉往下一下。好，然后这地方如果聚得太挤的话，可以用手动的稍微拉一下。OK， 然后再拉小看一下。OK， 以上。大概设计一下表格绘制的一个流程简图。好，再复习一下刚才的一个简图的一个流程，是比如说表格设计简图的流程。好，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先算栏和列。好，接着版面配置区，好，设定版面。第三，插入区，好，版面配置插入。然后最后是手动拉取，进行微调，平均分配，接着手绘斜线。OK， 一二三四。那先算栏列是最重要的，然后在它版面配置再插入。好，自行复习几次即可熟练它的一个技巧，很简单的一个概念，书上常用到。OK， 好，很重要的一个流程简图表格系列。OK， 好，待续以上。